我是马尔泰若星，大清朝的格格。由陈意涵饰演的张小文穿越时空到古代，成了马尔泰若曦。电影《新步步惊心》选在520这一天释出告白版预告片，让女神陈意涵的粉丝都相当期待。不过更让人惊喜的是，陈意涵5月20号这一天在微博上贴出了照片，并写下520食物，还有我对面的那一位，还有屏幕前的你。其中一张照片出现疑似男人和陈意涵干杯的手，难道陈意涵公开宣布新恋情了吗？有粉丝猜测，陈意涵可能是和发型师前男友 Tom 复合了。因为有眼尖的粉丝发现，不久前陈意涵重新关注男方的微博，而 Tom 7号也PO出一张陈意涵的背影照，两个人似乎隔空放闪。陈意涵日前也在微博上贴出一张发福的照片，表示我现在比较圆，但笑得更开心了。原来衡量幸福的刻度是公斤，字里行间似乎对自己的感情状态很满意。有趣的是，陈意涵的闺蜜张钧甯还回了这段话，写道：虽然我没坐你对面，还好我在屏幕前5202。好姐妹陈意涵也填回：你坐在我的左心室，睡在我的右心房，两人的好感情令人羡慕。 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